看看嘴巴很一般，鼻子也很一般，你就知道什么是一个眼睛拯救整张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开眼睛。我现在告诉你们什么叫做一张嘴毁的整张脸。看我眼睛还不错吧，鼻子也还好，脸型也可以，就是这张嘴毁了整张脸。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一个部位拯救一整张脸。看这眼睛一般吧，额头挺大的吧，鼻子也不够挺吧，再看看嘴巴，看看嘴巴很一般，鼻子也很一般，你就知道什么是一个眼睛拯救整张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开眼睛。什么叫做一个部位解救了整张脸？你看这鼻子很丑是不是？这个嘴巴也很凸，像个鱼嘴是不是？看，看看嘴巴很一般，鼻子也很一般，你就知道什么是一个眼睛拯救整张脸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打开眼睛。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一个部位拯救整张脸啊！你看这嘴巴很一般啊，脸圆圆的哈，马上，哇！我现在告诉你们什么叫做一张嘴毁了整张脸。看我眼睛还不错吧，鼻子也还好，脸型也可以，就是这张嘴毁了整张脸。挺大了吧，鼻子也不塌了吧，脸也挺小的，好看。但是只要一把手拿开，一拿开完了，更好看了。先看我的眼睛，还不错吧？鼻子也是挺的吧？不难看。这耳朵也还行吧？但是只要加上这张嘴，完了，更帅了。